大家好，今天为您特别推荐一份山西的地方传统风味小吃生煎素锅贴，底皮焦黄，贴面软嫩，口味鲜美，再以具有养血补血益气的五红补血汤相搭配，调理体质，滋补养颜。生煎素锅贴的材料有饺子皮、木耳、香菇、黑芝麻、油豆泡。五红补血汤的材料有红枣、红豆、红米、枸杞、红皮花生。希望您喜欢这套特别为您推荐的生煎素锅贴与五红补血汤的美味组合，期待下次与您素食有约，一素一菩提。